香菜不要多放辣椒，蛋糕越甜越好，唱歌跑调最爱夜宵，聚会只喝一杯就倒，爱穿旗袍，喜欢撒娇，还有两包没用的唇膏，见招拆招，说说笑笑，姐妹之间的吐槽。你喜欢安静，我爱热闹，看似会不搭却很协调，就算什么不说也能猜到，已经不需要相处的技巧。你喜欢安静，我爱热闹，看似会不搭却很协调，就算什么不说也能猜到，已经不需要相处的技巧。暗恋她好像鬼迷心窍，陪着我熬夜痛苦傻笑，我们之间没有亲不打扰，短信若不回电话就打爆。那你说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我要是和杜佳木谈恋爱的话，你会不会那么痛苦？你要跟杜佳木谈恋爱啊？啊，不就，那你可得想清楚啊！你要想清楚，你对他的这种感情呢，到底是对偶像的爱慕之情，还是真正的男欢女爱？如果是前者，你们俩现在的相处模式就很好呀。如果越界的话，会打破那种美感。但如果是后者，你就更要想清楚了。我觉得你姐说的没错，这个杜佳木比你大20多岁，在古代能当你爸了，你们俩三观都太不一样了。要是真的交往生活在一起，面临的问题和障碍会很多很多。可是漫画里都说了，只要两个人之间是相互喜欢，就一定能克服所有困难。我的小羊啊，那可是漫画啊。你觉得这个杜佳木他喜欢你吗？应该是喜欢的吧。你看他为我受了伤，而且他的注意力总是在我身上，你确定吗？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要不然你试试。你看啊，你现在呢还年轻，不要给自己留遗憾，而且你老在心里这么纠结也别扭，对吧？不过这种事情该怎么试啊？你问我，我教你的你敢听吗？我不敢也没有人问了呀。乔小姐呢是恋爱绝缘体，我姐要是知道我在琢磨这个事儿，非得打死我不可，所以你千万要替我保密啊。你呢经验嘛，那都是实践出来的，虽然实践错了，但也总比网上查的强吧。出事那天，那个客户的赔款我已经转过去了，你通知他查收一下吧。好，姐，这些都是需要处理的文件。这个是要取消预约的，这个是已经正式签约，展开一部分工作了，这个是婚礼已经结束，但
不愿意付尾款的。这已经结束了，跟这儿捣什么乱呀？实在不行就走合约，找仲裁。我尽量去沟通一下。还有这剩下的一部分客户也想解约，说是咱们现在这种情况已经违反了保密条款和名誉条款。预定的想解就解吧，定金没花完呢一并退给他们，已经签约的扣除已经花去的成本，剩下的也都退吧，连同支出凭证一块给他们，接下来他们是想继续还是怎么着自己定吧。可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手上所有的项目都暂停了，接下来怎么办啊？我又不是什么名人，多大点破事儿啊，能持续多长时间啊？放心吧，过一阵就好了，就当是我们给自己放了个小假，正好可以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忙去吧。开会呢，开什么会？谁知道啊！哎呦，这急赤白脸的，你说这越到年底活越忙，眼看996啊就变成007了。哟，你这带信息速度够快的呀！不愧是表哥小公主啊！什么表哥小公主？哎，你不知道啊？咱部分同事给他起的昵称，人家带信息平时稀里糊涂一根筋似的，这表哥还挺在行，估计就是单线程，这个考虑问题比较简单，所以最近大家基本上把这种活都交给他干了。不是，谁让你们给他派活了？我是他直属上司，我怎么不知道？哎呦，那还急眼了呢，心疼呀。不是，他的工作是由我统一安排的，你们这样倒是偷懒了。那万一耽误我这边的事怎么办？不是你不知道啊？我当然不知道了。哟，这戴西西还挺仗义的。哎，不过说真的，他做表哥这正确率还真是有保障。王老师，教学有方啊！哎，我跟你说，以后你们不能这么干了。行了，不跟你磨叽了，赶紧走，一会儿老胡又嚷嚷了，快点啊！里面请。辛苦你了，这么短时间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改造，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吧？应该的，既然要做产品发布，就应该展示出最完美的效果，不然就是我们的失职了。现在除了我们公司内部能同步将产品展示做到最佳效果的，只有你们了。看来我们公司的后续活动和年约不签给你都不行了。一次到位不是挺好的吗？这样咱们都可以省了不少麻烦。那倒也是。啊，来，你给我演示一下。小易，打开展厅所有的筒灯。好的，小易已为您打开。小易，开始清扫30平米内的空间。好的，小易已经出发。请问一下，这款产品和目前市面上的同类款有什么区别？我们小易主要针对的是高端宅邸和商用客户，它不仅能够完成一般的居家智能电器的控制需求，它还有更专业更私密的功能。具体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谢谢。拿款新的给我。好。那，送你一个，回去好好研究吧。啊，不用了，其实不是我自己想要，
是这两天我们在选给合作方的新的礼品，想要送一些比较新颖的。哦，如果这样的话，这款还真的不适合你。它需要相应的配套设施，而且如果硬件达不到相应的水准的话，你送给客户也没有用。哎，不过那边有一些，你倒是可以试用一下。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咱俩可以谈一谈采购业务，也让我从你那儿赚一点回来。没问题，朱莉，嗯，你帮我拿上去，好好保管。好，我们这边看一下。好，这么多呀，我这可怎么搬上去？给您放这吧。谢谢啊。不客气。小丽已为您打扫完毕，香香的呢。哎，那个李丽，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把这东西搬上去一下？啊，你等我一下，我把东西放在煤气锅了。谢谢。嗯。就是挺羡慕他的。我18岁的时候呢，一个人在澳洲，连块生日蛋糕都没有，还得和大蜘蛛斗智斗勇的。别人爸爸眼里的女儿啊，是块宝，但是我……那你18岁过生日的时候许过什么愿望？其实我的生日愿望都特别简单。但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所以后来我就不许了，特别讨厌过生日。不一定就在过生的时候才能许愿，愿望就是你想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呢就马上去做，不然留给自己的只能是遗憾。我觉得你说的对。那我现在可以许个愿望吗？当然可以，许吧。我想和杜佳木谈恋爱。别瞎看了，小心脚底下。哦，这边。哎，这一层都是你们办公室啊？没上来过呀？没啊。不对，李冰冰不能进入办公室。啊，这边呢就是我们市场部，销售部在那半边，其他部门在别的楼层。哎，你帮我把东西放到丁总办公室。哦。进来吧。就放这儿吧，放这儿。放这儿。啊，好。你放完东西赶紧走吧啊！千万别碰任何东西，不然到时候丁总找不到又得发飙啊！明白。辛苦。好。喂。啊，我这就过来。办公室这么干净，
有自制力的女人太可怕了。阿兰做苦力，你干嘛动我东西？植物是需要阳光的，放在角落里可养不活。这不是我养的，是公司统一租的，搬回去，放在那干扰我的日常动线。干扰你的日常动线就要牺牲一条小命啊！你也太霸道了吧你！苦力干完了吗？干完了赶紧回去吧，我还有个电话会议要开。还有事吗？这些东西你都会用吗？有使用说明书。要不我帮你拆开。好，我走。我这不就是想多跟你待一会儿吗？死缠烂打可不是一个追我的好方法。笑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在说追我的时候特别可爱。走了，走了，丁总。在忙呢？还好。在加班？还有点东西要看。我跟你说一声啊，搭建全部完成了，汤总那边特别满意。那挺好的，叶子还挺能干的。再能干也是你带出来的。我在想，要不要活动当天你来一趟？我实在担心叶子这边 hold 不住汤总。而且我还想通过这个机会拿下汤总这边明年的全单。咱俩可以打个配合，这样子明年你这边业绩压力能够小一点。我可能还真过不去，酷艺的布展呢也在收尾了，而且我也在和 Jessica 谈明年的全单。这看来 Jessica 对你很满意了，恭喜你啊。酷艺的单子要是拿下来， Terry 的位置一定就是你的了。我没有想那么多，做好每一步吧。我还想着要是你能来的话，能帮我把一份资料给带过来，没想到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抱歉，还真忙不过来。没事没事，没关系。那能不能这样，麻烦你帮我去我家里把那份资料拿出来，快递给我。这没问题。好，谢谢。门的密码没变。好，我尽快。好，乔乔。的位置，他们联起手来，你和我接下来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你想想，他回来以后做的这所有的事情，哪一件事看起来要对你熟人呢？
平安。你怎么过来了？我不让你在家歇两天吗？反正这边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待着也不踏实，就过来看看。工资我给你转过去了啊，还有补助，你查收一下。我没事的，现在工作室也没什么生意，还是抓紧时间找客户吧。嗯，姐，你看这个，我在一个客户的朋友圈看到的，他们公司新开了一个商区，马上要举办一个文化集市的活动，好多商户都会去的。要不咱们也去看看有没有名额，宣传宣传。咱们一直走的是高端路线，这街边摆一摊儿搞促销，这个商区和活动都是针对高端消费人群的，这不和咱们的目标客户相匹配吗？真的假的？这有人去吗？姐，这公众号是你的呀？啊，这也太厉害了吧！哎，你要用这个公众号给咱们做宣传吗？养了他这么长时间，该让他发挥作用，报答报答我了。情况，啊！我说呢，哎，我说这个公众号怎么这么了解我的心情，老跟我的故事同步呢？搞了半天，他把我的故事当灵感来源了。你说这个温如雪，她不声不响潜伏在我们身边，她背着我们开个公众号，她什么意思啊？什么都不说。你想多了吧？你不是说你关注这个公众号很多年了吗？况且那个时候她也不认识咱们啊。那现在认识了吧？认识总可以说了吧？啊！我的天哪！丢人了！我还跟他说我崇拜他，我知道他粉丝我有多喜欢他，我太丢人了，我可怎么活呀？他心里肯定特别爽吧？啊，他心里肯定一边暗戳戳的狂喜，一边骂我是个二傻子吧？然后再背着我把我的故事写在小本本上。不行，我跟他们记住。哎呦，欣欣，你别着急啊，你现在找他有什么用呢？雪儿已经够糟心了，你想想。他都得在公众号上面自曝自己的身份宣传自己了，这不就没辙了吗？他这么爱面子的人，要迈出这一步估计很不容易的。他骗了我这么久了，我还不能问清楚啊？我现在找，哎，我就要跟他说清楚。他什么意思？等一下，我就说他怎么这么奇怪呢？搞了半天他故意找我是吧？你等一下，我鞋子也不好穿。戴西西，怎么了你？今天你的大叔不来上课，你就这么没精神？嗯，男人心海底针。怎么了？吵架了？快跟我同步一下这么关键的章节。要是跟我吵一架也行呀，至少让我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主要是他一直不温不火的，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哎，大叔嘛，就是这样子的。你还指望他跟二十来岁小男生一样爱憎分明，干什么都轰轰烈烈的呀？他们可没有这种心气儿经历。跟大叔谈恋爱不就图个恒温吗？哎，看来你呀还没有搞清楚攻略，就下载了这款你搞不定的游戏哟。你从哪儿学的一套一套的？谈恋爱又不是打游戏，要什么攻略啊？也是啊，就像冰火消消消一样，不用攻略直接就能玩，然后把目标一个个消除掉，最后还有字幕告诉你胜利了，这多好。同学们交错案了。杜老师今天不是没课吗？出来干嘛？是没课，但他在办公室，让我赶紧收交给他看。他在办公室。嗯，多谢啊。
哎，策划案给我。我去叫。进来。我的策划案。双生海豚，你知道双生海豚的故事吗？我知道海豚，但是我不知道双生海豚。那我告诉你吧，双生海豚是唯一不能够驯养在海洋馆里的海豚，因为它们没有办法单独存活。在它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都和自己的伴侣生活在一起，所以从它们一出生开始，他们就能够知道谁才是自己的另一半，注定相爱的两条海豚也会注定同时出现在一片海洋里。从他们幼时起就生活在一起，共同成长，一起度过青春，一起游玩，直到共同死亡，他们都彼此相互依恋着。即便是相隔两极，他们也会尽全力的游向彼此。所以对于双生海豚来说，没有单独存活的意义，孤独即死亡。他们还会用尽各种姿态去表达出对伴侣的爱意，甚至毫不在乎人类在附近观望。所以他们的存在就是爱的象征。我非常羡慕他们能够有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也能够简单直接地表达出自己的感情。很美的故事，很美，但是我担心我画得不好会破坏了它的美感。没关系，我会帮你。你会吗？我会啊，我是你老师。那老师说的话就要一定要算话呢。例如我上一次许的愿望呢，你作为当事人是不是也该回应一下？小安，你可能误会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发展成那种关系的。为什么不可能？你不喜欢我吗？你要是摸着良心说不喜欢我的话，那我就不再缠着你了，你也不用现在马上就回复我。反正是我先表白了，我喜欢你，你要不要考虑考虑跟我谈个恋爱什么的？你考虑一下吧。瞒了他那么久，你的隐藏身份。夏冬梦，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打广告位啊？所以那些话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了？我不否认。有什么不能当面说啊？非要这么迂迂？小姑娘，当面说你听嘛，你那个旧社会妇女的思维一上来，我跟你说什么你听啊？谢谢，谢谢你温柔，谢谢你陪我度过了我最难熬的日子，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人格分裂。哎呦，我的妈呀，神经病！哎，我希望你能明白啊，从现在起呢，你就不再是我的精神导师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看着你的文字又想象你说话贱嗖嗖的样子，贱嗖嗖。但是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戴西西的好姐妹，有什么你就当面跟我说，我肯定听。嗯，戴西西小姐，那我问你一下啊，我们在一起住了这么久了，你以前拿我当什么呢？室友呗，我这个人就是爱憎分明。恭喜你，通过了我的人生考验。谢谢啊，我太稀罕了。哎，我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为什么要装男人啊？什么叫装男人啊？你不觉得很多时候我就是个男人吗？伟大的灵魂都是超凡脱俗的。哇，戴西西，你突然有脑子了，我太不适应了。我以前没有吗？你认为你有脑子吗？你们两个别斗嘴了，既然都来了，就一起帮个忙。哎，你那个市集不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吗？对啊，你们要帮忙，我太不拒绝了。来，有什么赶紧说。兄弟，把这个寄到蝴蝶结。不是干活吗？杵那儿干嘛？啊，姐，要不然我先去集市那边吧，提前看看场地。等会儿，提什么钱呀？提前，你这也太提前了吧？你能去看什么？谢谢，没事。你们俩呢，没有必要假装很亲热，也没有必要故意不见对方吧？反正你们也不是姐妹，也不是朋友，也没有谁抢谁的。何必那么尴尬呢？嗯，大气一点。来，过来，快，坐呀。这气氛也实在太压抑了，跟活不起了似的。为一个男的，你俩值得吗？不然这样吧，要实在是气不过，你俩起来打一架，发泄发泄，发泄完不就舒服了吗？陈佳谦，你有在人家两个没有分手的时候插足人家的关系吗？我没有。大点声。我没有。那你呢？你有没有对刘珂贼心不死，想撕破了佳谦和他重温旧梦啊？怎么可能啊？那不就完了吗？二位姐姐，是的，你说万一哪天他跟刘珂分手了，说不定你们俩还能做朋友呢，像今天这个样子多尴尬，对吧？还是那句话，我认为做人应该大气一点。请问这里是温如雪工作室吗？啊，是的，是的，欢迎光临。哎，你好。你好，先生，请问一下，你的婚期是什么时候啊？婚礼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风格？还有心理预算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先给你出方案，3天就可以发给你。两天就发给你。包括气氛图，一天就可以。他是 V Hotel的市场总监，就算你是明天结婚，他也可以插队啊。可以的啊，考虑。啊，怎么了？上次搜了，反而生意不好。啊。没有吓到你吧？我确实因为那个视频的事情影响了我的生意，但是我不会强买强卖的，我也做不到。你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的个人生活不影响我的业务水平。看出来了，处变不惊，是个上节目的好人选。上什么节目啊？啊，对了，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是明珠影视的制作人程天野。来，今天来是想要正式的邀请温如雪女士作为嘉宾参加今晚莉莉秀的录制。我看过那个节目，我特别喜欢主持人莉莉周。
谢谢你的支持。我当嘉宾，我能说什么呢？就说说你那个视频啊，那天在婚礼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你也可以去吐槽一下那个奇葩的前男友。我知道你应该很多话想说，也想为自己挽回名誉。那我们的节目应该会是你很好的一个选择。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趁这个事件还有热度，赶紧来参加我们的录制。正所谓故事常有，而机遇不常有。你应该学会利用媒体，而不是被媒体所左右。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我这个人怯场，属于窝里横，所以今天可能要让你白跑了。好吧，无论如何，很开心认识你，希望以后我们能够有合作的机会。握手可以，合作就算了。你们制作人不是有一句话叫 No news is good news， 我不想成为你们这个节目关注的新闻。再见。好吧，拜拜。为什么不马上答应他？那节目多火，你知道吗？就凭你这种能把活人气死的口才，你去了，叨叨叨一说，你肯定能火呀！你去市集摆什么摊儿？你当一个明星策划师多好啊！丁慧乔，对啊，雪儿，我也是这么觉得。这可能的确是一个挺好的机会，也可以消除一下别人对你的误解。我跟你说。这个节目的价值呢，跟其他节目是不一样的，它是具有权威，也是具有立场。说不定你的客户看到你都肯到那儿为自己说话了，他们可能会更相信。说不定你的生意会比以前更好呢。对啊，姐。说好听点呢，你们是天真善良；说难听一点，你们就是猪队友。还真觉得他为我好啊，还不想利用我。他们这些人最知道观众想看什么了。我那个视频为什么火了，就是因为有争议，够狗血。我去了，他们只会把狗血和争议的这一部分夸大。我再上一次热搜，可算了吧。我巴不得这事儿赶快过去，谁也别记得，不能因为逞口舌之快，毁了我自己的营生。没听懂啊？啊，智商呢？都去哪儿了？野哥，你总算回来了。这次他又在闹什么？这谁知道啊？会不会是最近收视率下降，丽丽姐心情不好？再不好也不能拿大伙出气啊。是啊，野哥，你快劝劝丽丽姐吧。最近已经有好几个同事想要离职了，米娅也跟我说她也快受不了了。这关米娅什么事？不知道怎么的，最近米娅交的稿子丽丽姐总是看不上眼，她觉得米娅想要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她，操控她的节目。他们最近已经吵了好几次了。这就是你们写的东西啊？嗯，猪都比你们写的好。一天到晚就知道吃，一个干活的都没有。说过多少次了，你们做好了自己的事情，节目才能好，不能总指望我一个人吧？我再是超人，也被你们这群猪队友给拖垮了。怎么了这是？别哭了，先吃饭吧。大家休整一下，半个小时之后开录。丽丽，跟我来一下。
好了，没事没事啊，老杰收拾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吃饭啊。我知道，收视率下降你压力很大，但你也不能这么张口闭口猪队友的骂人呢、啊。大家不都为了节目在努力吗？别人努不努力我不清楚，你倒是挺努力的呀。听说你还亲自去找那个什么温如雪。之前我让你去找他给咱们俩策划策划婚礼，说了多少次你都不去，这次你倒是积极的很呢。他的视频现在有热度，而且他这个人本身也有争议啊。你是觉得我已经沦落到需要蹭一个婚礼策划师的热度了吗？咱们俩这个婚到底还结不结了？那要不你趁现在收视率还没那么难看的时候退下来，咱们就可以考虑一下结婚的事。这是两码事，为什么你总要混为一谈呢？观众现在对你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如果你现在结了婚，那人设不就崩得更彻底了？是观众对我没有新鲜感了，还是你呀？出去吃东西吧，吃烤肉，我请客。太好了，乔乔，资料去取了吗？怎么了？嗯，坏了坏了，我忘了重要的事情了。那个，我就不跟你们吃了，我还得回公司一趟呢。没有耽误你什么大事吧？没事，放心。开车慢点啊，美人。想你啊。嗯，好，去吃。辛苦了，拜。哎呀。快把电脑递给我一下，忘了个大事，我得加一点在三亚的照片到宣传册上面。现在这种情况，我不能盲目拒绝复杂项目了。这样怎么样？好不好看？刚才那个男的是谁啊？长得挺帅的。这个就是我上次出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还蛮有趣的朋友。啊、哦。出差几天就能交到男朋友，还是你厉害。我连名字都不知道，大姐，只是朋友。更自然。某一天，突然间发现，从来没有永远，就请别再留恋。时间。